OK，咁跟住咧，玩新角色啦，咁就係心理學家啦。咁其實係體驗卡嚟嘅啫，但係都掌握到點玩啦，係啊，都幾容易上手嘅。其實目前我想睇下先，希望唔好咁快撞鬼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。千祈唔好咁快撞鬼，唔該。兩個心理學家，如果四個心理學家，係咪真係變態？互相補血。真心好正，唔係講笑。Oh my god！得一十秒去冷卻個技能，希望佢撐得住。系咯，佢用咗兩次嗰個笛之後咧，係會變咗半血嘅，唔知點解，未好理解到，但係都幾好用啊！呢個心理學家，認真。而家都半血，好多人啊會。兩個心理學家互摸，我哋兩個互相摸，我今場應該好正。兩個心理學家，係啊。哦，其實我覺得心理學家係萬能嘅，遠距離去
獵異人，睇醫生好用好多，即係實用好多，唔使近，唔使一定要親身去醫佢，遠距離遙控拯救佢都幾好嘅。換衫跑啦 ！Oh my god！我而家被監管者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哇！佢都喺呢邊。我动错仔添 ，sorry。护摩今场苹果咧，如果冇估错，系咯，睇情形应该都系苹果。我就负责小健，跟住佢只救人，救唔救到咧？Jesus. Wow, 你蘋果都蘋不到啊，點啫？監管都知你喺邊啦。用邊諗住救我？但監管者喺我身邊。What can I say？ 用邊選擇唔救我啦？哦，拜拜。不過呢盤都玩得幾好嘅，叫做。家全軍覆沒，
咁最後都係失敗逃脫啦，希望大家會中意呢段 video， 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拜拜。